走，下不带了吧，路。哇，儿子，你煮什么？江大怎么偷大卫的？米没有，米没有。Hello， 哈巴了你。沈老大，是我，我是你私生子嘞。他们两个不能啊，上个月我才把你进十几楼的粉，忘记了。老大，谢品是要睡着。哦，得蹦啊 ，bagus bagus。不敢，都得蹦了，麻将啊，买了谭叔叔。啊，多个人下班。Hello， 听到没有？有听到我声音没有？啊，有有老大，中秋节快乐啊！中秋节快乐，老大。哎，老大，人家没有葡萄了哦，最近去了哪里啊？没有去哪里啊？啊，回到正题，今天我开这个会呢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不过在宣布之前呢，我想要知道你们最近的业绩做到怎样？有听到，老大，嘿，老大好啊，中秋节快乐。我什么脸？林老木，我要开个会，你敢跟我累？就是咯，开大会都不要认真一点，不尊敬老大。哎，别打我钱。来，大一，我们 security fee 你说要怎样？之前那些不给的人怎样了？老大，你最近又不是不知道啊，一天十几千个 case 啊，外面 roadblock 又多，行动不是很方便啊。哎，收不到钱就想收不到钱呐、啊，借口多多在那边。你阿妈讲你别收不到钱，你别从出道到现在啊，就是敢不给钱呢，你别一刀不要。要修假，那你不打什么哈？我煮菜的嘞，每天给你这样拍摇啊，我的刀都不利了。收敛吧。他刚才讲话，你同学啊？你不煮是不是？ Hello， 我是希仔的老毛。咪，你先去煮饭先啦、啊。怎么？哎呀，你先去煮饭，走。哇，希仔这样孝顺啊，开会都带买妈妈来啊。哎，还有啊，原来你平时去砍人哦，信妈妈的刀的。你在孝，你信不信我？到你了，你野鸡饭店生意最近有进步吗？有没有进新的口味啊 ？Hello， 屌，你阿妈还在累啊？哎，老大，哎，我的鸡店早就走了咯，不过现在更好赚。最近我转行卖猫山王，哎，现在中秋节嘛，我还卖买这个 D 青和 D King 合作做的猫山王冰皮月饼。哇，跟你讲哦，它的皮软到脸酱啊，还有它包装啊，哇，蓝又累。哎呀 ，K 了，轮到你了。我们的赌场生意有没有做到妥协？老大。我今天刚好有一个好的消息，还有一个还好的消息要跟你讲。先讲还好的而已，来听一下。我们所有赌场、哦、最近刚刚被警察扫完了。啊？不过呢，另外一个好消息哦，就是这些赌场本来都要倒了的嘛，所以警察把我们关掉呢，我是觉得我们没有什么亏到啦。嘿，给你讲的好像很好了哦。厉害！夸奖！啊，老大，重点。喂，你们很叻哎，这样开会哦，真是你们真是跟。你老母顶我个嗨呀！啊，其实我今天跟你们来宣布这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这个老大的位置我已经坐很久了，我决定要让位找接班人。可是今天我看你们一个两个的表现烂到像马拉的嗨一样。都不知道让位给谁，你们可不可以有上进心一点？看在你上进，老大，你要选继承人，早讲嘛！等一下，我再开了砍了给你看来。每天喊打喊杀，老大，我最近哦找了一家 online marketing 的公司，我们的赌场呢搬到去 online， 成立一个 online casino， 名字哦我已经想好了，叫娘妈鸡笨，有歌了、哦。那个歌、哦、我也是想好了，叽叽别，差不多是这样啦。我唱歌没有很好，到时候我们的 online 公司、哦、就会去借钱给那些去赌钱的人赚他们的利息，这样子钱滚钱嘛。你阿妈鸡别呢，明年就可以准备上市。
哇，叻仔，还好啦。哎，宝贝，你在凯罗家中哦？哦，我是来他家跟他做账罢了，我等下就回去了的。哦，那早点回家。OK， 刚刚听了你们的报告，我已经有一个最理想的人选，那个人就……对面这端，马上说了三杯。我刚在那里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要选出我们社团的新代龙，我想要把这个位置哦推荐给个大一组，当老大要会砍人啊。老大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当然是选 K 老做老大啦。你们不要推来推去啦，不用担心啦，我是不会抢你们出来的。打印上次你抢劫阿婆的事情哦，他们没有证据了。还有 K 龙，你上次打那个人的汤哦，这些敌人没有拍到，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。有拍。然后哪里有啊？哦，对，啊，选老大，啊，这个我们社老，不是老大的社团的个位置，我传给老大。走，下不带了吧，入。哇，儿子，你煮什么？江大怎么偷大位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莲姐，这里是 VS Media，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？欢迎赶快来投稿哦。没有。Hello， 哈巴了你，沈老大，选我，我是你私生子嘞。他们两个不能啊，上个月我才把你进十几楼的粉忘记了。老大，四月饼是要睡着、啊、哦，得蹦啊 ，bagus bagus。不敢，都得蹦了啦，麻将啊，买了赶叔叔。啊，我们多个时间吧。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最后一餐，是 D 清和 D King crossover 的猫山王月饼，里面还有士力抹吉，希望你也喜欢。中秋节呗，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接，一起来投稿吧。要吃就快点吃哦。吃饱好上路哦。可好吃啊。你是在堆金啊。到底这嘴很怪，我治不完了吗？